福厦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位于福建莆田的湄洲湾跨海大桥今天成功合龙。福厦高铁北起福州，南至厦门、漳州，是中国首条跨海高铁，将于2023年建成通车。开通运营后，福州到厦门行车时间将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大力推进东南沿海城市群的快速发展。